续来看台中市消防局第二大队赵光啊分队，是已经有80年的历史古迹。因为厅舍的空间已经无够使用，再加上老旧佮有漏水的状况，所以便将近1亿的经费，要伫附近来起一座新的厅舍。总楼地板的面积将会大5倍。即天伫台中市长卢秀燕的率领之下，开工动土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